经上线了。哦、真的。嗨、嗯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美，又到了阿美来做菜的时间了。我再来要介绍的料理就是哈，那个叫做包心白菜炒鱿鱼。对，材料有那个就包心白菜嘛哈，然后鱿鱼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姜啦，配色的胡萝卜，还有蒜头哈，然后那个盐啦、啊，盐还有什么？这桂树啦，还有那个白胡椒，还有香油。当然有酒。酒，对对，还有酒。要不要把那个鸡？最近买那个。鸡粉那个啊，鸡粉可以、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来做看那个味道怎么样，不是有一个，还是我要去拿？好，你拿吧。因为那个调料味道可能还不错。嗯。鸡粉在放在哪里？鸡粉，鸡粉，糟糕，忘记放哪里。你看一下。啊、对，我最近有买这个鸡粉，我想来做做看。嗯，可能就不要加味素啦，什么斟酌看、嗯。我看这是写什么？喂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做原味？那这样是可以当盐巴用吗？我也不晓得。嗯，没用过呢。嗯，没事，我斟酌用看。好，我斟酌用看，因为没用过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哎，是长这样子。哦，反正我今天就做这道料理，我来用用看。长这样子，我不晓得是不是正确。这个，嗯，这，哈、哦，这几分对不对？好，不晓得没咸味啊。我今天就用这来做做看好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先来切菜。这个比较简单，就先切一下。就把菜简单跟它切一下哈，再来就是切鱿鱼，有些鱿鱼会切花的，那我都没有切花，就是简单切一切而已。有些大厨会介绍说那个怎么切花。这样都切好了，很快。再来，我们就来开火。先加那个鸡粉嘛，到时候不够再加盐巴。它是有也是咸的吗？因为没用过。试试看吧。试试看，因为我们家都没用过这个，可是看很多人介绍做菜都有这个加鸡粉，我也不晓得那个作用是怎么样的，比较不清楚。反正今天就来试试看。
香棒哦，你就把鱿鱼放下去。啊，这个没有多大，拿剪刀去。不要再放盐巴味素，再给它盖一下。比较不容易烂的样子，这应该是进口。如果是台湾的话，很快就烂，应该差不多。我试试
觉得没有什么腥味，再加一些。这就是我做的鱿鱼炒包心白菜，你也可以试着做做看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，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一个赞，谢谢。